箱就要空了，你赶快到叔叔那里去借点钱买食物吧。叔叔家那么远，为什么不跟邻居借呢？小花问，已经跟他们借过几次，他们不肯再借了。小灰羊说，别理那些小气鬼，你赶紧去叔叔家吧。在大灰狼的催促声中，小恩拿起背包上路了。看，好多灰狼！小灰狼走后，大灰狼躺在沙发上讲，上想，沙发上想，儿子这一圈好几天才能回来，如果饿了要怎么办呢？想呀想的，他想起家里有一个很久没用的破旧瓦盆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一将大灰狼将瓦盆擦干净，用布一包背到小镇上，边走边喊，卖古董呀，百年的古董便宜卖呀，买到赚到呀。原来他想骗人，把一个破旧瓦盆用作古董来。这时候黑熊走了过来，这是古董，值1000个铜板。要如果喜欢，我就卖你100个铜板就好了。大灰狼假装好开心，好心的说：“我喜欢，可是我只有10个铜板。”黑熊说，他们假装十分犹豫，最后说：“好吧，我只收你10个铜板，赶紧带着钱走了。”你看，黑熊真是个大笨蛋，用10个铜板买下10个铜板换了一个连半个铜板也不值的破瓦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大灰狼越想越觉得自己真聪明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一天过了一天，小灰狼终于从叔叔那里回来了，看到儿子，大灰狼焦急地问：“借到钱了吗？”小叔叔愿意借我们钱吗？借到了，叔叔很好，借我们一百。
心的回答。钱呢？上在哪里？赶快拿出来啊！来，大灰狼催促他说：“因为从黑熊那里骗来的铜板早就花光，大灰狼已经饿一天，在这里就是这个小方篮。”边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瓦盆，三宝看到瓦盆，看到瓦盆，大灰狼的眼睛瞪得像灯笼一样大，问道：“那钱呢？叔叔借你的钱呢？”“叔叔借你的钱呢？换成这个瓦盆呐！”小灰狼开心地说：“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黑熊叔叔在卖这个瓦盆。他说这个瓦盆是千年古董，最少值一万个铜板钱。可是因为他家里有病人急着看病，所以只卖一百个铜板。”我觉得